个时候会有好多各对菜，一个对菜的比较那还有最后呢，我们还会有一些舞蹈，也是大家舞蹈之后就有很多的肯定啊，都是讲就是很好的话，就是啊，然后其他策划呢，我们还有还在流行。鸭头呢，就是用我们大鹅颤，今晚的节奏非常非常之丰富哈，啊，请大家不要错过哈，看过哈就不要错过啊，今晚的节目在我们的华族，我们的陈气象团文化台这里哈，啊。好，在8点开始之前呢，大家可以在这个气象团这个美食街啦，啊，买一些美食哈，然后在台前准备哈，准备欣赏着啊，享受着我们的美食哈，一边欣赏享受我们的美食，一边欣赏我们为大家呈现出来的表演哈啊。